谢谢啊，谢谢。好的，还有没有爱的啦？啊，男女通吃，不要着急，按个来。对，啊，是看见你了，那位大哥，这，妈的，呦呦，二楼的你着什么急呀？大哥外语都说出外地口音来了。就是显那么沧桑，这尽量争了。感谢各位啊！哎，今天这是个好日子。是啊，钢丝节呀！啊，第二天。对，我们呢上台来，待会儿呢我师傅他们就来了。嗯，一上台来呢，难免有好多观众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态。怎么呢？为什么他一上台来，别的观众开始呐喊？哦，你呀、啊，对吧？有人不认识啊。哦，你又不是特别的火爆。嗯，再说像我师傅郭德纲一上台来，台底啊呐喊声：“郭老师，我爱你！”啊，郭老师，我要跟你生孩子。哎，这是俩人。哎、好，分成双胞胎啊。其实就是生一个，这还有计生委呢。确实，我说实话，咱别闹，我体力有限，那个，这就不是实话，对，他就没有体力，他懂的，那个有点老了，确实，人家我师傅是名人，哎，我们就是个人名，是往这一站，难免有观众不认识嘛，哦，坐在台底下嗑着瓜子琢磨，这谁呀、啊？说什么呢？也不出名啊。吃瓜子带饶沙子的是吗？还不赶紧脱，还不赶紧说，赶紧说，说，失窝说。都拼出俩调来了，我服了你们了，好吗？我认输了，行吗？脱是吗？哎，你看人大伙希望你表现一下。别闹了，人希望你脱。别闹了，今天这些人都是看您来的。可不是，祝你看都脱好，咱是到澡堂子了是怎么着？确实，那个今天啊，不脱好，出去。这算来早的，刚来就退票，我师傅没上来呢，多亏呀、啊！这有点玩笑了啊。然后我们这些啊，就是什么，这叫破车别爱好道哦。人一会儿大腕儿大咖呀，马上一会儿咔咔咔咔都往台上给你展现节目呢，都咔咔的。我们呢，赶紧演啊！就作为那个小演员啊，上台来，首先得让您知道我们是谁。哎，得介绍一下。先介绍一下，我叫张鹤伦。是他。啊，没喊的那些干什么呢？就那个，就是名气也不大，嗯，就是没有什么名气，也有偶尔有几个观众知道的，这不少了。当然了，还有部分人不了解啊。但是隆重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您太客气了。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哎，我们两个人呢，从合作到现在已经很久、哎、很久，哎哎哎，就是郎朗啊，你别说了。哪儿就郎朗可够啊？这不介绍呢吗？您没说我名字呀？你干嘛呀？你录像呢？录像怎么了？最近扫黄呢？合着我名字是马赛克是吧？别说了，这是打的码，怎么不说了？非得说吗？介绍一下。那行，那姓什么？郎啊。说一人的。怎么了？姓郎就是动物。人有姓郎的吗？怎么没有啊？狼外婆，那不还是动物吗？狼什么？狼鹤炎。狼鹤炎啊，就是您。对呀，其实我认识，认识您这装糊涂。这不给你弄一个噱头吗？什么噱头？让大伙能记得住你，是吗？狼鹤炎小有名气，不敢。现在谁不认识啊？好家伙，有的观众到这门口，粉丝买票就为看他来的。我还有粉丝呢，到这门口啊啊啊啊啊跑到这儿，哎，今天有郎鹤炎吗？
今天有狼和炎吗？售票员都吓坏了，你要干嘛？好好的，跟个人似的。今天有没有狼和炎？找我都是动物。不是，你要几张票？我先问问今天有没有狼和炎。有狼和炎哦，那不要了。跑掉，嗷嗷跑。我是咬他了是怎么了？跑掉了还嗷嗷跑，回家叫人去了。叫人干嘛呀？把今天的票都买了，包你。今天包的是咱师傅，包场啊啊，点你啊，哦，对不对？狼和炎说一个，唱一个，跳一个，脱一个。没有都脱不了。我仿佛他们好像很了解你的样子。这都是您带坏的。我觉得还是名气在这儿啊，跟他合作时间不长，但是我可进步不小。是啊，老话说嘛，与高人气可交臂而失之，嘿呦呵，近朱者赤，近尿者骚。作为这样的良师益友，你先等等，我是那个是吗？哪个呀？这您说的不是近尿者骚？我没说是后者啊，前者。哦，您是那个猪。我是哪个猪啊？哪个？你没照过镜子吗？照镜子干嘛？哪个猪啊？朱砂的朱。哦，您说那是药材。跟您学习呢。啊，说实话，认识他之前，我的世界都是黑白的。嚯，这认识他之后就全他妈黑了。所以说，您呢？您该照照镜子了。怎么了又？这认识我之后还不如从前呢。跟您学习啊，跟您探讨。是啊，还两个人总在一块研究业务。哎，来，没事上家里边去，老去。前两天还去了一趟。是啊，最近也忙，哦，没时间。走，意外路过他们家，去我们家叫意外是吗？走着走了一程，这不是狼岩他们家吗？啊，到他们家就不能说走过去了，失礼了。哦，哎，啪啪啪，叩打柴扉，什么意思？敲门呐？不是你弱智吧？那您直接说敲门不就完了吗？就显得那么有学问吗？就您这点知识，这不是有点年年自喜的状态？恶心不恶心的？年年自喜，你是大鼻涕是吗？你看他说的多恶心，沾沾自喜。对了，卖弄一下学问嘛。别卖弄了，啪啪啪一敲门，打里边他媳妇儿出来了。我老婆，我得叫嫂子。那对呀，别的不说啊，长得那个漂亮。不是，这是我媳妇儿。哪位带纸了？给他点儿。别动，我歪歪呢。歪歪呢？嗯、啊，什么叫歪歪呢？语音，语音呢？我仿佛听见了音乐一样。哦，好，在里边唱着就出来了。唱着出来，他媳妇儿好唱。是吗？对了，媳妇好好唱、哦、你别看好像年轻的小姑娘什么都会，对，长得好看就不说了哈、啊、可以说是眉黛春山秋水剪瞳，眉梢眼角说不尽的万种骚情，让人骚情万种风情啊。哦，好家伙，比花花结语，比玉玉生祥。对啊，比玉比玉玉生祥，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这个层语啊可能是差一点儿。层语哈、啊、您是第几层的呀、啊、了不起就在这儿。哎、我想起了哪个电影里边有这么一个台词 啊叫什么，这个马子好正点，前凸后撅腿子长啊。还有呢？什么呀？美的冒泡、嗯、我把这句忘了。 A 计划嘛。哎呵呵，长得那个好看，打里边唱就出来了。唱的什么呀？这么唱，唱一小曲儿。怎么唱的？忽听着门儿响啊，定是那河轮来了，不由小诺西呀、啊、细心怀呀、啊、急忙下地把门开呀、啊、哎呦，你哪里去吃酒啊，哪里去打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呀，忘了嫂嫂我的身材呀、啊、哎呦，行了行了行了。
干嘛呀？好嘛，我媳妇儿也这外外呢，是吧？什么叫外外呀？啊，他这唱人唱小曲儿嘛，唱小曲儿也不能唱这个。他这你这一唱，这不戏里边的吗？啊，我不得应和两句吗？你，我说。我天天都想你呀，夜夜都想来，趁着美人你赶紧投入我的怀呀，嘴儿对嘴塞对着塞呀，哎呦，你恶不恶心呢？这不应和一下吗？应和什么呀？这能闹吗？应和一下。后来我说得了，我说你赶紧撒开我。对，那个、亲上了。谁说的呀？什么叫撒开你？不是，我说把门撒开。就赶紧绕进去呀、把门打开。对呀，进去的聊聊嘛。嗯，当然他说了，等会儿干嘛呀？这些日子没来了，为什么呀？啊，我知道，听说你结婚了，哦，用不着我了啊，给缝缝补补的。咱别大喘气啊。我说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最近都忙嘛，对不对？再加上最近你看东莞都被抄了，我呢？那跟我媳妇有什么关系？我这不跑着业务呢吗？天天我负责暗地里调查的。哦，你东莞还有业务呢？这调查员。哦，今儿这不特意来看看您吗？嗯，先问问，我大哥贺岩在家吗？得问我啊！别闹了，他在家你还来呀？你俩肯定有事儿。谁说的呀？啊？在你不在家，我得去帮你干点活。干活。对了。背个米扛个面不都得我来吗？哦，这倒是。我说他们那得我进去吗？嗯，进去之后先得去看谁呀、啊、谁呀、啊、他的母亲。我妈干娘。嗯，哎，来了吗？怎么还是刚才那俩呀、啊、好像你们还有兼职。没听说当妈有兼职的、嗯、真是的。来到屋里一瞧，好家伙，他母亲，哎呦，真替他高兴。怎么老太太快六十了、啊、腰不塌背不驼，嘿，满脑子一根头发都没有。我妈是秃子是吗？谁说的？一根头发都没有，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哎、啊、就两根黑的，还来中分、啊、我妈两根黑的、啊、还来中分。怎么了？我妈是蛐蛐是吗？谁说的呀？这不是您说的吗？两根麻花辫、哦、我妈改孙悟空了。你瞧瞧，麻花辫还智激灵一样、哎、这朝天杵、哎、双子座长我妈脑袋上了是吗？哎，中间再来一根那就是自由女神了。没听说过。好家伙，哎，坐在这儿安安静静的看书呢，爱学习，抱着一盆金瓶梅。您撂下吧。六十的老太太还看这书？你看跟你想的就有区别。人家都六十了，能像你思想里边那种龌龊的东西吗？这书不就是那个吗？人家就看看画。这比看字要命啊。画也不是你想的那种啊。什么画啊？人家这是三 D 的。这书还有三 D 的画呢？三 D 的画，雕刻的盲文版。盲文？对，看不了啊，得摸。哎呦呦呦呦，西门大官人呀！哎呀，这是摸出来的吗？词儿，呦呦呦呦，词儿啥都有啊！呦呦呦呦，谁踩你肾了？是怎么的？什么叫踩我肾了？呦呦呦的，这词儿都写着呢。啊，别看这个，我一进去啥时候干娘。我心里踏实了。行，哎，你觉得你父亲得着了那个？哎，我爸受累了。干，不叫了。那个，哎，别该叫那个老太太。这腔还真对。瞧瞧谁来了。哎呦，儿子。没有答应的吗？哪有自己谦虚的你、儿子别看我，老太太求着我了、啊、哎呦，干娘麻呢，这是看书的。哎呦，谁看这个呀？就是现在都是种子了，别看这个了。您别往沟里带了，聊聊天吧，说说话。正要说话，发现老太太哎，脑子中间有一朵小红花。我妈啊，两根朝天杵。对呀、啊、中间一小红花。
怎么了？这是怕地雷炸不准是怎么着？谁说那是靶子了？那哪儿中间有一小红花、啊？就插着一朵小红花啊，都穿过脑子了是吗？这插着呢，别着，有一朵小红花，别着。不过年不过节，怎么有朵小红花呢？那您是哪天去的？上个礼拜二。上礼拜二，哎，你这不就对上了吗？怎么的？那天我妈的生日。你妈的生日？啊啊！我当时没带东西。没事儿，你妈的生日，空手去的。你妈的生日，没带礼物。你妈的没完了？怎么了？您这骂街可不行啊！我这羞愧着呢。羞愧？您骂我三遍着。不能。咱说您母亲的生日，哎，这差不多，咱都没带东西。当时我脸哈臊的都红了。哦，哎，我说干娘，我不知道您生日啊。要是哎，但是今天记住了，明年的今天还来。哎，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对，深深的，你把我妈说死了。什么叫说死了？什么叫周年呢？从今天算一年了。不，明年的今天还来过寿，还来给您祝生日来。嗯，嘿，正说着话呢，门口姐几个来了。哦，老郎姐崽子多，你们家崽子怎么了？那崽子那说动物呢？那是老孩子，老郎姐不论崽儿吗？你们家还猪秧子呢，狼崽儿，狼崽儿的吗？没有这个孩子。行行行，孩子多，嗯，上面仨姐姐，下面老妹妹。对，好，这会儿带寿礼都来了，是啊，鸡鸭鹅狗好多东西，我一看，哟，这医院的畜生啊！我的，你是畜生。哎，怎么了又？我还仨姐姐呢。我说把他们都已经进屋去了，刨出去了。哦，让进去了。我来干这些零碎活啊。嗯，姐姐跟老太太聊天去了，正聊老妹妹又来了。老小啊，开着那个海蓝色的巨力，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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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嫁给谁了？这是黑烟弥漫呢。哦，好，叫五分钟之后啊，烟雾散去。您这是五分钟之后。五分钟之后，好嘛，烟雾散去。嗯。老妹妹打车里吧，腾就窜出来，脸都黑了，这就是熏的呀，脸都黑了啊！这热大波浪的头，穿一旗袍，啊，这、啊、热死我了！别热死我！等等，怎么了？这旗袍哪有撩这儿的？这、啊、热死我了！后边也不行啊，他热跟着扇呢，热也不能前后扇呢。啊，我当时也吓坏了，我说干嘛呀？你这是？就是啊，又开气都告诉嘎着窝了，你。那穿的还是旗袍吗？这真是的，你看你再抡得下来。哎，对，没说的。何方妖孽？啊，炫出原形，炫出原形。老妹妹看我，当时生气了，缺德，看看谁，看我是谁？哦，谁？谁呀？哎呦，我叫老妹妹。哎，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难看，难看，脸都黑了。你这干嘛呀？从印度回来的啊？印度回来就脸是黑的。好，就甭闹了，甭闹了，这不来祝寿了吗？这今儿怎么车有点堵，你知道吗？嗯、排气管子，你看有人堵了，不知道谁搜塞一肥皂在里边，烟儿往上窜了。赶紧赶紧，我说进来屋里洗洗去。他进去了，我说我帮他收拾这些东西啊。是 是, 是，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啊，还有寿礼呢。哦，后斗带着两只野鸡，山货。哎，我赶紧赶紧，野鸡快进来，出去。还有老妹妹，她已经进去了。你早说呀！我这引导着野鸡，快进来，进来，进来！来，你就干这活儿，我看你。来，到来到院当中吧，我来归置这些东西。嗯，一会儿的功夫，我发现了，到中午了啊。哦，这个中午饭谁来做呀？中午饭我来呀。您给张罗着。对呀。啊。那你看姐儿几个都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嗯。但是我一人，你干这活我干不了啊。找人帮忙啊。一人做那么些饭。找人替。我一瞧你媳妇儿跟他闲着呢。啊，可以。对了，你媳妇儿也不跟他们聊天。对，因为他母亲不太喜欢他媳妇儿。怎么？一般你看老婆婆 啊都不喜欢这儿媳妇儿。哦，对。但是你看奶奶都喜欢孙媳妇儿。这倒是。为什么呢？嗯，这就证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窝里斗啊，对不对？我这么想的。哦，好家伙，我一看你媳妇儿，你别跟这横着了，赶紧的吧。哎，叫他呀。叫我媳妇儿。哎，你是中风了是怎么了？什么叫中风了？干嘛呢？您叫我媳妇儿这模样，沟通的方式，您这也太麻烦了。叫名字不完了？叫名字不合适啊！金莲，做饭去。金莲，
我媳妇娘家不姓潘吧？怎么了，大郎？谁大郎啊？你不是郎老大吗？那也不能叫大郎啊。正好嘛，没有这个。叫他，我这一叫他，我一喊名字，姐几个听，又做饭的，我们跟着忙活去吧。哦，这不都掺和了吗？那倒是。我这一叫，哎，你媳妇心领神会。嗯，我来了。你俩还不如对歌呢。抓紧时间，赶紧奔卧室。哎，回来。做饭上厨房，那卧室干嘛去？你们家那厨房不得先穿过卧室吗？谁设计的房子这是？我哪知道啊？这么讨厌！来到厨房，抓紧时间开始做。嗯，你说正在做着饭，外面有事儿了。怎么了？外面孩子打起来了。哦，孩子哎，五岁吧，也就啊，今天人来疯。是啊，看着这么多人来了，屋里屋外的跑，抱着个胆瓶跳舞，三跳两跳，胆瓶啪碎了。哟，胆瓶碎了不要紧啊，里边有一根烟袋，烟袋，老太太的陪嫁之物。哎呦，哎，乌木的杆儿，翡翠的嘴儿，白铜的锅。嗯，多少年了？多少年？多少年了？多少年？好，五六年了。那可，老五六年了，陪嫁呀。对，这次，这次。对，哪儿啊？就一次。对，五六十年了，哎，平常都舍不得抽，这会儿一看烟袋碎，好，打炕上蹭就蹦下来了。六十的老太太过来，嘡就是一脚啊！你儿子一躲没踢着，嘿，他还能躲？他知道惹祸了，用眼睛贼着老太太呢。哦，撒腿就跑。嗯，老太太打后面追啊，他在前面跑啊，打桌子底下啊穿过去了，老太太桌子上面啊。哎，这娘俩拍功夫呢，这插一把刀看啊，啊行了，这一叉子，哦，哪有这么血腥啊？毕竟是老太太，追不着啊。嗯，对不对？她聪明啊，在门后躲着干嘛呀？等你儿子一跑过来，她一伸腿，啪就拍这儿了。哦，过去一把，来起来，孙子。我说您先等会儿，咱别骂街呀。论辈儿不得叫孙子吗？啊，是，那不能这么说呀，对不对？这么说有力度啊。啊，孙子，还是那骂街呢？你丫要疯啊！哎呀呀，越来越不像话！玩什么不好？弄我烟袋，弄坏了吧？今天我非得抽你不可！不可能，我不能够。你说的是我的陪嫁之物，我要不抽你，我对得起我对得起我上面的老公吗？对，哎，像话吗？你说你，你说你这孩子，你今天是怎么了？我要不管教，下不去手。哎，我的，哥，我，大，哦哟根，哦都根，好好好好，我说我妈来俩朝天杵的，中国快打，啊，来着腿啊。哎，照树上，照啊，日扔起来，拿那个棍儿，啊，点开始点火，开始烤，这是烤人来了是吗？一烤三个小时过去了，烤仨小时，你儿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能哭就不易了。我在里边听见了啊！我说出事儿了，可不，出事儿，出事儿了，赶紧别做了，别做了，快把衣服穿上，快点，快点，您先等等吧。啊，做什么还脱衣裳？我不得换那个围裙吗？我不能穿着我这貂皮呀、啊，对不对？这天你穿貂皮，炫富啊！怎么不把你捂死呢？对不对？里边不穿，那得、光着呀，光着热呀，啊，对不对？赶紧穿上，穿好衣服，围裙摘了。我说你也穿上，快点的。别闹别闹，我媳妇怎么也光着了？她不能穿裙子做饭呢，那也不能脱新买的呀，对不对？赶紧都穿好了，我赶紧把灯开开，跟我外走。关灯是怎么回事？不小心就是碰的，碰没事碰他干嘛呀？你别问了，问多了心里是病。嗯，是吧？一会儿的工，哎，把门开开之后，往外一瞧，你媳妇受不了了。那可不，再瞧自个儿子打得跟血瓢一样。有这么说话的？满脸都是血。嗯，好瞧，这谁的腰子呀？等着换 iPhone 6呢。这我完了，咱家再也买不起 iPhone 6了。就这一个腰子？这谁的眼珠子呀？这个啊，
啊，那就够了。满地都是，在瞧着老太太累得直倒气儿。我妈是狗，你知道有心说老太太两句吧？啊，那是自个儿的婆婆长辈儿。你要不说吧，自个儿子打成这样。是啊，一着急，他又唱上了。哎，又唱上。对了，编了几句埋怨老太太的词儿。那他怎么唱的呀？这么唱的。您来来。叫声婆婆你不该，不该太不该，小孩子年幼不懂事，你不会不明白，倘若是你一失手把儿来打坏，再多的银钱万两的黄金也再买不回来。呦呦，这个老缺德，你个臭嘎嘣。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剧《四十不惑》，表演者郎鹤炎等。时间退回到1981年，也就是40年前的昨天。为什么是昨天呢？因为昨天没有演出。在1981年的那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狼爷的妈，狼爷的妈，狼爷的妈，你快出来！哎呦，看我！哎呀，出来！你就快走两步能怎么了？我这么大肚子走得快吗？哎呦，人家大夫都说了，要生孩子之前就得咔咔跑。哪个大夫这么说的呀？你走两步没事，你走两步保不齐孩子啪就掉下来了，那不摔死了吗？那不省着你伤了。人家大夫说你适当的运动。哎呀，你我那意思啊，赶紧让他出来吧，在肚子里边多憋屈啊。 那是你着急的事儿吗？一点都不关心，没露头还是吗？废话，露头就出来了。我能不着急吗？这都多长时间了，怀孕都4个月了，你瞧着。哎，不是，你是这孩子亲爸爸吗？我不是，你是啊。我这孩子都得10个月，这不今天已经，哎呦，快了，这就快了。哎，我就想着，你说。哎，也没当过爸，他要出生了，哎呀，得是什么样呢？这玩意儿什么样？我觉得咱们得生一个儿子。对，我也喜欢儿子，是儿子吧？哎，我跟你说，等到他出生，我估计哎，到时候让他说相声。嗯，我觉得让他捧哏好，逗哏好。现在你看谁火呀？现在这年代最火的那是侯耀文呐、啊，哇，也是哈，对不对？但是我就是喜欢他的搭档石富宽呀。哎，我觉得让他捧哏，捧哏没出息。怎么没出息呀？以后你看着，40年以后你看着捧哏的。行吧，我希望他能活过40。哎。我跟你说，咱们家孩子特别活泼。哎哎哎哎哎哎！怎么了？哎，你还踢我？敢踢你妈？我踢死他！动我媳妇儿的人，我跟你说，我必须让他好不了。不是，这是你亲儿子。我知道，亲儿子，但我亲骨肉，亲媳妇儿嘛。你不要对他这么狠啊！哎，你说到时候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起个。哎，刚才你叫我什么来着？我叫狼岩他妈呀。对。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咱们就叫狼鹤炎。哎呀，行行行，虽然这名字糗了点吧，也行，那就叫这个名字了，就叫这名字了。嗯，是儿子就让他叫这个名字。你说他现在就踢你，证明这孩子呀真是动手动脚。他长大了可能要喜欢足球，有可能他运动能力比较强啊。啊，他应该是个大高个儿啊。
这孩子出生肯定是个大高个。对，最少1.85米，1.85米，而且是浓密的头发。哦，你说是浓眉大眼儿，头发。头发不是重点，秃子也不难看，啊，对不对？那，哎呀，哎呀，哎呀，好呀，好呀，好。赛脸是不是赛脸？说两句还提，说两不行，我肚子啊，不行，我好像要生了。啊，哎，怎么着？我帮你，我帮你还怎么着？我在这儿。我不能在这儿生啊！你真要生啊？那上医院。我又说那我带你上医院。你再忍一忍，你别着急。我当年就在，我当年我妈，你别着急。你当年怎么了？你当年我妈生我的时候就是跑马拉松时候生的。跑马拉松时候生了你？对啊。你叫啥？我叫张拉。你叫？哦，我叫郎鹤炎的爸。快点到产房了，我没走两步怎么到产房了？我还以为得再走几步呢。产房太近了啊，哦，我们在医院里边溜达的，在医院里边溜达。我说给忘了，真是一生孩子就忘，生没生，生个土豆还圆白菜呀？好像生个气管子，生一蛤蟆还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家属。上好，好轻松。真好。哎呦，我说生完，哎，明显肚子就小了。生完孩子就是好。哎呦，我天哪！哎，怎么一点负担都没有了？怎么没大出血？这家属怎么说话呢？这是，我听他们说的，生孩子，连护士都听不下去，九死一生啊！没有大出血，照顾病人情绪。现在病人身体很虚弱，你需要关心我一下。没事吧？给你照顾。我现在好多了。孩子呢？孩子脖子也没在这坠着，谁生完孩子在这当了呢？你哎呀，我那意思躺哪儿了？我照顾病人情绪，别放着喊啊！等着吧，我去把你儿子抱出来。哎呦，我有气无力的。这是我们家大功臣。那你看看咱们孩子，给我们生了一个大宝贝，辛苦了，特别可爱。哎，你说咱儿子生下来就会说话啊？这么说他是神童呢？不是，我先问问你是哪儿来的货呀？什么话？什么叫哪儿来的货呀？这怎么，咱儿子生下来就这么大了？咱们的儿子，咱们的结晶，多可爱！我不信，咱俩有一个这体格的吗？我怀疑你跟大象有私情，证明他是大象，你知道吗？不是大象，看看。你真是郎鹤炎，我真是郎鹤炎。这是你的亲儿子，这你不许再侮辱他。这是我身上掉下的肉。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身上掉下来这么大一块肉？啊，大肉。哦，你身上掉下来的肉是大肉。大肉。你不要说这些了，爸爸。不是，我怀疑你是不是在产房里边吃化肥了？是什么化肥呀？就是见风就长，那鼻子怎么没长呢？他不是大象，大象鼻子这我这十多个月都没去过动物园了。不要再说了，你看看，真是啊，抱我。我要是有什么事儿，帮我洗个遗嘱。你放心，我会把孩子抚养大。他妈，你来试试。你太笨了，你抱我！我算了，我不用试了。我估计抱不动他，我估计抱不动他。你看他，哇，比刚才我的肚子还大。
这孩子可能是受了什么辐射了，我看生下来这么大体格这么好，证明他肯定是身体好才长这么大。妈妈啊、哎，怎么了宝贝儿？我饿了。哦，饿了去给他点个外卖。我去，要不我去给买奶粉去吧。这孩子刚生孩子，你这懂得不少。快点快点，一会儿他饿得不行，饿死怎么办？行了，你再忍一忍，这么胖还得吃啊。走，有点凉、没事，妈妈回家给你做小棉袄。我给你先煮一碗小米粥。都说孩子是有苗不愁长啊，转眼一间我就五岁。老爷你快出来，快点出来出来，你别扒垃圾桶啊。你说你天天你扒什么不好，你扒什么垃圾桶玩啊你。垃圾桶里边有吃的。你说你想你别像你一岁时候那么胖了，你一岁那时候叫婴儿肥，你好不容易瘦成你现在五岁的样子，多可爱呀、啊！你一岁的时候有多难看，你是没看见呀、啊？我看见了。我知道，你看那是你的百天照。哦，对，百天照，等百年以后。百年以后。你呀、啊，你就这么点儿，你知道吗？真是的，你别老玩这个，你玩点别的不好吗？我没事干，我想让你陪我玩。我还怎么陪你？我不上班，我不工作呀。你好不容易今天能陪我玩，我不管。哎呀，你天天玩玩，你玩，你跟我踢球去，走。我踢球，踢什么球？踢球？你去找张九南踢球来。我跟你说，咱家的邻居张什么南，张建宇，对。别老跟他踢球，伤着这个腿啊胳膊的。那别老踢球，做那么危险的动作。你刚五岁，你玩点那个健康向上的动作好不好吗？健康。爸爸，那不玩了，那别玩那个。哎，咱看会电视不好吗？我看电视，看电视。我看动画片，看电视剧吧，看电视剧。那电视剧呢？我要看《庆余年》。没有呢。是谁在说话？是我妈妈呢？没有那个，没有《庆余年》，没有，看看别的，《赘婿》。没有，我都没听过你说那个。哎，看看别的，看什么？林大了。你就说你想看郭麒麟完了呗。你不看电视剧有意思？你看别，我们这当年的电视剧，你看看这多火呀，《还珠格格》。你看，《还珠格格》不是98年的吗？咱们现在哪年啊？咱们是86年。86年。对，我这人有未卜先知的功能，以后肯定会出那些《还珠格格》《庆余年》啊，这赘婿的这些，尤其林子大了，里边张雅芝特别好，这些你都得多看看。张雅芝啊啊！你别看那些了，我给你推荐一个吧，《渴望》这电视剧怎么样？《渴望》这是咱们那年代的，肯定不信你们百度。1986年有这电视剧了，你看这个吧。86年呀、啊，这不，《西游记》行不行？西游记、啊，看《西游记》啊，动画片啊，动画片、啊。哎，巧了，《西游记》的动画片。《西游记》没有意思啊。怎么没有意思？那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那多好玩啊！哎，金角大王，我好像看过那个，就是金角大王就叫孙悟空，就那个叫行者的那。对对，爸爸演那个，你叫我，好，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你叫呀，行者孙，爷爷在此。我他妈抽死你！来追你孙爷爷呀！你给我站着！10岁的郎鹤炎聪明好学，但是在他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小疙瘩。郎鹤炎，郎鹤炎。
你爸爸就是，你知道吗？不是，你爸爸就是，你知道吗？哎，你爸爸就是，不是，就不是。郎黑岩，我问问你啊，你问，你有爸爸吗？废话，谁没爸爸呀？啊，保不齐有没有的。你有吗？有。你爸爸叫张什么？叫张鹤伦。不是，不是，我爸不姓张，我爸爸姓郎。对，姓郎。你爸爸就是武大郎。不是武大郎，不是武大郎。你爸爸是武大郎。不是，我爸爸姓郎啊，这郎大武。哦，你爸爸是反正话是吗？不是，反正就不是武大郎。你爸爸是武大郎。不是，你的爸爸是武大郎，每天吃饼卖的忙，从小头发不洗根，长大准是光头强。光头强。不是我爸，就不是，就肯定不是。这倒霉孩子，你是不是又给我惹事儿、嗯、啊？一天爸爸忙里忙外，容易吗？嗯，没事吧？我替他道歉了啊，不好意思啊。行了，回家找你妈去吧。走，咱走。都不是好人，爸爸，你干嘛姓郎啊？你姓张多好啊！岁月流逝，青春悄然，二十岁的郎鹤炎也到了该有心事的年纪了。哎呀，我郎鹤炎可能这是今天里面最阳光帅气的郎鹤炎了。我老郎，我小郎今年，我小郎今年也二十了。我也想有自己的女朋友。我觉得就我这个版本的郎鹤炎还是比较好找的。不用你说，给我一边带着去。呀，琪琪。浪，往后坐，哥跟你聊会儿。哎呀，你觉得我怎么样？帅，你特别好，你长得好看，而且你这个头发还挺多的。哎呀，谁知道之后几十年我的头发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你行。你怎么有事没事老打我呀？你是不是想跟我练一练呀？没有，没有就行。我觉得你也挺好的，是吗？长得好看。嗯。哎，琪琪。嗯。这是不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呀？对呀，你看。好看不好看吧？好看。那是你也不看谁买的。我男朋友买的。我买的。你是不想还给我钱了吗？是，哎呀，香吗？你是不是又用我洗衣粉了？没有，没用洗衣粉。下回用我洗衣粉，放回原位啊！啊，走吧，家人不早了，回宿舍休息了。不，等会我看看。不行了，怎么了又？宿舍关门了，这十点就关门，这都9:55了。我骑自行车3分钟咱就到。玩命蹬啊！不，上马，快走，快走，赶紧的，上不去。你怎么上不去呀、啊？我弄低点，快上。不是，他已经关了，这到不了了，他已经关了，他现在花轮盖儿已经锁上了。哎呀，啊，关了没事。啊，关了。翻墙，翻不了。怎么？我穿的是裙子，翻不了。你穿裙子，你要不弄，你穿我裤子翻不就得了吗？我现在脱给你。不是翻不进去，那个栅栏都通着电呢，你一翻就电死了。你们学校怕学生往外跑啊，对吧？啊，就不让进了。哎呀，你说你这事，那要不咱那墙那挖个地道进去？嗯，不行，那都是水泥。哎呀，这怎么办？你这，嗯，你带身份证了吗？啊，行了，那你网吧开个包宿。开包宿干嘛呀？那你去
啊，这这，嗨，赖我，你什么？你回你家？你不回你家？我给你打车。我家里没人。你爸妈呢？我爸妈不在家，爸妈出去玩去了。啊，你回你二叔家？你不二叔家吗？二叔一起出去玩了。你大姨家呢？就远点就是。他也出去玩了。这几个岁数大，你这么能玩呢？出去旅游去了，都出去了。你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家，都出去玩去了，都就没有亲戚了。怎么你是孤儿啊？是吗？不是，就是不，我是外地人。哎，对，我是外地人。你这是去了？哎呦，那你那身份证又不行，那能住哪？那网吧开包宿也不行，你不乐意那你说去哪儿？你有辙吗？住酒店行吗？大点声，我听不见。住酒店行吗？住酒店，嗯，行，那你去吧。那你呢？什么都不明白。朗朗，干嘛呀？你叫什么？朗朗。你我就腻歪别人叫我这个。妍妍。哎，行，可以。我嘴唇干。什么？嘴唇干。嘴唇干呀？啊。让你这屋里开个加湿器，你不听，我唇膏你也不听。啊。嘴唇干，你把眼睛闭上。嗯。是了吧？干啥去，琪琪？谈婚论嫁是人生的大事，老话说得好，再好的男人也得有见丈母娘的那一天。哟。邻居们都在这儿呢。哎，这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个愁。没想到我那如花似玉的大闺女相中一个驴粪球那样的一个男孩子叫郎鹤炎，说今儿领来让我看看。哼，我看看就看看，我尽量我能看得见的。哎，也不知道是几点，俩人啊年轻人。不就是见家长吗？我老贺言，我怕我什么呀？这别人算你喊什么呀，我告诉你没事儿，我告诉你今儿见的是我妈，你心里有点数。你什么嘛呢？这么多人看着，一害怕害臊啊，神经病似的。什么害羞的呀？没事儿，你一会儿一切的事情都看我眼色行事，明白了吗？你别这么弄了，干嘛呀？放心吧，心里有点数，就见家长嘛，没事儿。那啊，走，往前走，进门，进门，敲门。谁呀？妈。哎。闭嘴。妈。你激动干嘛呀？没事啊，这个状态倒像是我闺女。来，来了，妈，给我开门，我带我男朋友回来了。行了，知道了。哎，瞧瞧，哎呦，妈，你这怎么了嘛？你再怎么，你是要怎么了？让坟圈子给炸了？有这么说你妈的吗？你这不开玩笑呢？神经病似的，一天到晚的。好，一见面就那样，我以为你哪样了呢，你知道吗？别闹了，跟你逗着玩呢。都多大了，哎，摸摸搜搜的。你别老跟我闹，今儿我带我男朋友回来，你往这儿要看我干嘛？我说你闺女养我多少年了？是啊，养二十多年了。今儿我带我男朋友，他叫郎鹤炎，不是郎鹤炎。哦，也不是太熟是吧？挺熟的。哦，这也就你说的那个。小郎啊，对，您也看看嘛，我们俩就是真心相爱。怎么你卖不出去了那个状态是啊？我跟他聊聊，妈是为你好。没事，好，我知道了，妈，你说吧。哼，你跟他说吧。阿姨，叫姐姐就可以。姐姐，我就行。阿姨够时尚的哈。永远在最前沿，瞧得出来。妈，你跟人说话注意点，别老那么横，因为我再给人说走了。放心吧，嗯，妈心里有一个数。嗯，小郎啊，哎，阿姨，今儿来是有事儿吗？这不是跟您商量吗？
商量什么呀？我想娶您女儿。谁？要干嘛？我想娶您女儿。没见过老爷们是吗？我他突然当着你面提着我害臊。怎么什么玩意儿他就给你下药？什么玩意儿？我下药是迷昏住你了，给你下迷昏药了。那是前两天的事儿。你给我闭嘴，知道吗？妈得过这道关。嗯。求婚来了？是，这不跟您提亲吗，阿姨？那小郎，咱可得谈谈条件了。哎，这不跟您商量吗，阿姨？我这个闺女养了20多年，不能白给你。对不对？那是道理我懂。这年头嘛，我领他上歌厅，我还得花钱呢，没有白来的。去歌厅干嘛呀？就说这意思。我明白。当然了，你要是说真想把他领走，哎，阿姨呢也能理解你。您理解就好。不多要，还是要钱。不多要。那您说个价吧，阿姨。50个 W。50个 W，欢乐豆啊！我跟你逗了吗？50个 W，啊，阿姨，怎么着？现在2006年啊，您说那是15年后的价钱，这不得跟上潮流吗？50个 W，那也太多了呀！要多了吗？这就多了，那太多了，我没有啊。那你有什么优势啊？喂，阿姨，虽然我没钱，嗯，但是您女儿嫁给我呀，啊，我肯定爱她。我对他好就完了，对他好一辈子，爱他就完了。对呀、啊，我领他上歌厅的时候，谁都对他挺好的，爱他的人多了。怎么还有这歌？那老说那歌厅干嘛呀？那儿我熟，那地儿怎么了？我瞧出来了，不是你那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你女儿也爱我呀，我们俩真心相爱。嗯，您成全我们俩吧。成全你。对呀、啊，今儿阿姨把这话撂着，小郎，干嘛呀？你今天拿出50个 W，、嗯、姑娘你整走。什么叫整走啊？你今天要少一分钱啊，我告诉你郎鹤炎啊，我把他卖歌厅我也不给你，你知道吗？你说什么呢？你老就这这是你闭嘴，这么多邻居看着丢不丢人呀、啊、嗨，邻居早都知道你丢人了，真过不下去了，别跟我妈聊了，走吧，回家吧，不说了。哎哎哎，我领错了，滚一边去，给我撂这了。你走走走，不去了。喂，什么玩意儿？这姑娘这不是个赔钱的货，咱商量商量，八折也行啊呀！都说30而立，然而立业成家，终究还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呀。我这不是我说你，怎么了？这咱俩搭档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了啊，光我请你吃饭，你这话说的，胡辣汤我不是给过你一袋吗？哦，这就抵以前吃那些饭了。怎么了？你不北京人吗？我北京人怎么了？你有钱呢。我外地打工，我来北京多不容易啊。你有车有房。我你还搞一对象。我就是我是有车有房、啊、那都是我爹妈的。你爹妈的，你封我点怎么了？咱俩是不是一场买卖？咱俩是不是搭档？凭什么呀？郎哥爷，你太小气了！你请我吃个10顿8顿饭，怎么了？凭什么请你吃10顿？什么叫凭什么？咱俩不是搭档吗？咱俩这还是我带着你发财呀！你带着我发财，咱俩我都跟你捧哏，回头上演的时候我带着你去啊！那你高低你得请我一顿呐！请你，你这话说的，我请你，请你要这你要这样聊天的话，今天这顿饭咱俩为止。哦，以前我请你那些都不算了，你就请我吃个烤肉也花不了300-200的呀。那也是我请你呀、啊、那不是你爸爸钱吗？我爸不是没钱吗？哟，哪有你这样的人呢？你太不地道了。什么叫我不地？你太小气，你抠门。我小气我抠门不是吗？啊，这您要这么您要这么说，嗯，咱啊这朋友交不了了，没法处了。你等会儿，哎，狼牙，你什么意思？交不了这朋友了，咱今儿这搭档不做了，不做了，是这话？是这话。好，嗯，既然你说出来了，我跟你 说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我吃你两顿饭至于这么抠门吗？几顿饭？两顿饭？怎么？你打来这儿吃我多少年头了？多少年头？你管那个呢？这个你不让吃，我不跟你叫，你人性有问题，我不跟你玩了呢。咱俩脸吧，别在一块儿了。我人性，我别打我。哪有这种人啊？真是跟您各位说，交朋友就这样，心寒，没别样。兄弟，心写着段子，连写段子，我心写段。浩伦，浩伦，我告诉你，咱这么演不行，知道吗？不行，我心写段子。你别跟我说，你别肯定喜欢听，你别跟我心写段子。我，你这玩意儿不行，咱传统段子还没弄好呢，弄什么新段子呀？观众喜欢听，我台上我也努力。不是你，你现在台上干嘛呀？又蹦又跳又遮又闹的，干嘛呀？不行，我告诉你啊，我喜欢我。你喜欢，你喜欢，那得奔传统活走。你要这样，咱俩大不了。爱搭不搭，真是，这也分开了。哎，哟，蓝鹤炎，张鹤伦，你在这干嘛呢？我哦，吃饭呢。啊，吃饭呢。啊，你现在有搭档吗？我这，你有搭档吗？我没有搭档啊。哎呦，我也没有搭档啊。这么巧吗？这巧了。要不咱俩搭一块儿吧？你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在一起啊！好，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就是身体好，发量足，看出来了，真的啊，没人，您放心，绝对不可能脱发而死。哦，哎，那咱俩搭一起，咱俩，咱俩从一开始好搭档了，好不好？好，那行，那这样，你今天晚上有事吗？我今天晚上没事啊，没事，咱对对词儿去，对什么词儿？喝酒去。事业遇到了转机。究竟是坎坎坷坷还是前途光明，在所不知。两个搭档就像生活的两口子一样，有美满的生活，也有马勺碰锅沿的时候。哎，我跟你说，这女人啊，就得美，知道吗？一旦没了这些个皮肤啊，没了这些美貌，什么都没了，知道吗？你们，哎呀，真是嫁给郎鹤炎不容易，一个人带着俩孩子，哎呀，人都下垂了，脸蛋儿，想什么呢？邻居别老瞎看啊，趴什么床根儿，一天到晚的，哎呦，真是也不回来，天天俩孩子就我一个人带，我容易吗？真是，照着我自己这些年，哎呀，变化真是太大了，我都长胡子了。这可怎么办呀？我回来了，媳妇儿。哎，哟，亲一个，老板回来。想你了。你干什么呀？我这正照镜子，这么半个月没见了，长春出差半个月。你行，你别呢，你先等会儿。你看邻居都馋了，你看。快来来，媳妇儿，你先别闹。想你了，还趁孩子睡着了。你是想我吗？你这是想我吗？孩子，我都没见孩子，我见你来了，怎么了？你是见我？你进门，你看出我有什么变化了吗？你看什么呢？穿着衣服，看这脸，我新买的粉底液又嫩了呀，宝儿，怎么了？嫩什么了？有脸说这个？怎么了又？有脸说这个？啊，朗和言，爷在此。给你逗呢嘛，逗你开心嘛，乐一把，哈哈。两口子之间玩伦理是吗？不是，那我们，你别来把你工作那个态度带到家里行不行？行不行？日子能不能过？是不是上班又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孩子是不是老大又调皮了？你这一天天走，家里你管过吗？你不管，你知不知道每个月这女人都会有几天不舒服？是，不是？我难受了。那你要不就，要不那多喝热水，要不就多喝热水，我堵不住也。心，我心里这火。你们干嘛呀？都回家过自己日子去。两口子吵架没见过吗？没见过，不许乐。我心里这火我堵不住，我这孩子你也不管，天天就我一个人。我这两年我这皮肤大幅度的下降。你不是你皮肤可以了吧？还可以呢，多嫩呀！出去现在就没有人挑逗我了。咱俩结婚，你老憋着人挑逗你干什么呀？你怎么了？我们那些姐们都不跟我开玩笑了，觉得我老了。别生气行吗？哄哄哄哄，
拱什么？你别老这孩子睡了跟我动手动脚的行吗？就今天他俩睡着了呀。就今天孩子睡你想干什么呀？孩子睡你想干什么？我没兴趣，什么都没兴趣。你回家我对你就没有兴趣，知道了吗？你也不想想为什么我挑凌晨的班机回来呀。你挑什么凌晨班机呀？你挑什么凌晨班机呀？话全让你说了是吗？家里管过吗？不管，回来就知道跟我这逗玩伦理。不是，我是你媳妇儿，你跟我爷爷在此，怎么着我跟我爷爷结婚了呀？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一天到晚的，你说我回来一趟容易吗？你去回你们相声的，去说说，接接吧，就不想娶你，娶你比他利索的，照顾劲都做不了来。讨厌劲的，还生了倒霉孩子，随你了。等会儿拿着鸡鸡，拿着鸡鸡的。等会儿不等，怎么了？咬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知道吗？张九南不是老何言，老何言，我就叫爷爷，爷在此，爱叫谁叫谁。干嘛呀？不行，分家一拍两散。你甭老跟我爷爷玩 cos 不累，我也不喜欢这个。我累一天了啊，演好几场。你嘴唇上唇彩谁给你涂的？你想是谁就是谁，行吗？老何言，你不怀疑吗？老何言，怎么了？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不有人没法过了，我勾搭你吗？没法过了，没法过，不过，没法过了，看谁贱，你就这样，对，怎么了？你就这样，我拔你一根眉毛，你是不是神经病？我不跟女人动手啊！你怎么样？不跟女人动手，你打我来，你锤，我还怕你锤我这两下，刚才你就拍了三下，你锤死我！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话呀！你心虚什么呀？什么录像啊？这我也就是不知道啊，我也就是不知道朗哥媳妇叫什么名儿，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朗哥爷，咱俩日子没法过了，是不是想说这个？你等会儿，我今天没兴趣，我走了，自己过吧。你走，你不用你走。那是咱家的门，对，你从那儿走，那是咱家窗户，我跳窗户我不活了，我你们来吧。人到四十已是中年，不惑之年匆匆忙忙。王爷他妈，你快点吧！不是，这怎么？咱们都80了，这胎肯定不是我的。这是什么呀？这是怎么又怀一胎呀？老狼啊！你说咱们风风雨雨40年，就要了一个小狼。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整天在外头忙，回不来，就剩咱们俩人。这不也是孩子孝顺吗？给我买了一个小狗。让他陪着咱们，你这也是自娱自乐。孩子现在忙活事业呢，他有他的家庭，哪有时间照顾咱老两口啊？咱别给孩子添乱呐，这比什么都强了。上岁数的，岁数大的就得理解人家年轻人，人家创事业呢，咱们俩人就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你看看现在，你都拄个棍儿了。年轻的时候不要去踢球，不要去踢球。就不听。哎，我这腿脚也是。你呀、啊，你不跟老的毛病，你不跟姓张的接触，腿脚都坏不了。我就说咱隔壁那老张老上咱们家来呢，你理他干什么呀？我没让他进来。对呀、啊，你哪天你在家时候看见他进来了？我不在家时候呢。他也没进来。
那你提他干什么呢？我就说我都不跟他去踢球了。我跟你说，有一个好身体，嗯，咱俩出去溜溜公园，不给孩子添麻烦，就算得了。咱就转。你别老提那老张那些窝心事儿啊！你放心，老张这辈子不会再来了。老张去那边了。哎，咱这岁数啊，活一天少一天了。不知道今天把这鞋脱了，明天还能不能穿上？你这是生他时候落的毛病啊！这是，就是月子病吗？人家说呀，再生一胎就能好。老张不行。我去买点枸杞去，我。赶紧的呀，喝酒去呀，一会儿没地儿了，趁现在人少。就咱俩人啊？郎可言呢？你叫他了吗？我上礼拜就给他打电话了。我现在问他，赶紧打一个问问他。哎，老狼，我猜猜啊，给儿子做饭呢吧？哦，给媳妇捏脚呢？什么都管。给你丈母娘通蜂窝煤呢？哦，我这是片汤话，不是。叫你一回你不来，叫你一回你不来，行行行，以后也不叫你了，行了吧？行行，玩去玩去，别叫他了。哪回都不来，多余给他打电话。就咱俩去，就这一回，不叫他了。走。挺好。哎，啊，郎子瞻，您好，你爸爸呢？你爸爸郎鹤炎呢？啊，郎鹤炎啊。郎鹤炎是我爸是吧？啊，我爸出差了，不来看看你吗？嗯，已经一个月没见着他了，他又出差又得演戏啊，见不着一个月。我可是过两天咱足球队球决赛了，他不来吗？本来我爸答应我说来看我踢球，给我加油助威的啊，但是临时拍德云马社不来不了了。但是我爸答应我了啊，那场球如果我踢得好。他要给我买 C 罗的球鞋 ，C， 太好了，我给你看看，行，走，训练去，走。郎鹤炎啊，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可是这个一好啊，家里所有的事儿都落在这当媳妇的身上了。这大褂都开裆了，好在啊，他说今天晚上啊，半夜十二点能到家，你说这叫日子怎么过的？我都快一个多月没瞧见了。哎，喂，啊，老狼，你落地了？嗯？还没飞呢，哦，晚点了，嗨，那你什么时候能到家呀？半夜两点多呢，哦，嗨，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就是惦记你，啊，或者你甭管我了。我要是困了我就睡了，我不等你，嗯，你放心吧。嗨，饭菜啊我都给你做好了，别在飞机上吃了啊，忍着点，稍微忍着点，到家一热吃点顺口的。嗯，行，好的，你就别操心了，没事儿，好着呢。你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哦，行吧，那你回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嗯，挂了吧。哎，等会儿，生日快乐。时间都去哪什么样？
家，谢谢大家。还真有点难以平复自己的心情。既然我们师兄弟儿一起为我杜撰的这么一个啊，死尸不惑，我也是头一回才知道，我打娘胎里就是个鹤字儿的。你说我爸我妈要早两年结婚，这是你们说的啊。效果很好，大家也都乐得很释放啊。这个按照这个年龄，从出生五岁、十岁、十五，五五的增加，一直增加到四十岁。他们的人物都非常的饱满啊，故事也很曲折，有时候还稍带些惊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他们演的都是他们自己。不管怎么说呀，确实到了四十了，四十不惑，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如是而已。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能耐，也非常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为我送来的祝福，同时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师兄弟儿们，请他们上台。别闹别闹别闹，哎，好容易一个有个蜡烛啊，来把桌子抬过来吧，正好。哎，把您抬走。哎，你看过生日啊就应该有个过生日的样子，我们还呢租了一个蛋糕，租了，好家伙，又坏了，是发票还在上面呢。因为这蛋糕太贵了，我们这经费也有限，人员也有限，实在是。你们人员还有限？你说每个人都出了两三回，按理来说，本来我设计的是一个人演一个角色，后来结果一设计发现这个角色实在是，太饱满了。然后我其实我还设计了好多，给他设计个35岁啊，说有一个婚外情，结果他结果他不让演，他说别演别演，那个万一是真的呢，都讨厌啊。后来一想算了，这是我们尊重本家的意愿。你们还尊重本家？对，按本家开心吧。家伙，我母亲产后风40年了都没锯掉。啊，这都不好来呢，每个人都坚持着演完的。啊，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哈。老狼的生日，昨天。那么，那今天因为今天有演出嘛，我们就今天来过。今天本来啊，我们就想怎么过这个生日呢？我说这样吧，哎，我编排一个节目，咱给老狼过一个生日。对啊，今天我们就提前来后台把这个作品啊就编排了一下，然后就编排了这么一个节目。其实最开始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就我俩来演，我说我俩去演一个吧，然后就写这么一节目。到后来我说得热热闹闹的一块来一个多好啊，然后这些人啊跟真是个个都是这个出类拔萃的，你看演技也特别精湛啊，这个我也没想到的哈，这个每个人我也没想到。对，其实你应该给我们每个人都点评点评。是吗？啊，你觉得哎，你觉得你儿子那头一个的大胖儿子演的怎么样？那是我儿子吗？那不是哦，演的你。我儿子，就回去吧，回去吧。我儿子啊，你看于家伟演的不错啊。于家伟，作为你看你爸爸演的怎么样？爸爸真棒。这是我儿子，这是妈妈呢？妈妈真暖。我就说以后他咱仨站一块儿，你鸡蛋炒西红柿，你看看。今天就点这菜了。哎，好嘞。啊，你看都演一个，你那个是演你谁来着？哪个？关秋海、啊、媳妇儿，你这媳妇儿演怎么样？你就走我是你那跳了楼的媳妇儿。你媳妇儿才跳楼了呢。其实我这个跳楼，觉得他跟那个九南他俩自由发挥的。对，因为我设计的时候我说别跳楼，但是就是因为人到一定的岁数，跟夫妻两口子吵架拌嘴都正常的事儿，是小磕小碰的，尤其老出差媳妇儿就不满意，这都是正常的事儿。对，时间小别胜新婚啊，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就想让他们俩演绎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演跳楼了。其实真是朗哥给推下去的。我什么时候推关秋海的媳妇儿了？就破案了哈。然后这个
九小白演什么？小白演的是十岁的我。十岁的朗哥。十岁的，哎，你十岁的时候，他十岁的时候真的是学习就特别好。对，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都还行。因为他当年考那个考分考多少分来着？考大学。对，考大学597，你看，597呀，这是这个那个是失之交臂。真的是考这么多分的哈、啊，真是快赶上我了。因为，对我那半拉胳膊在他那儿呢。啊，因为我考97嘛，哎，就差五。这都是啥？很优秀啊！小白演的不错，小白演一个学霸嘛。他当年就是因为学习特别好，在学校来说，人家有了这个成绩，到德云社之后啊，有好多的问题。你像我们后台，谁有个什么不懂的字儿啊、事儿啊、啊会儿啊，都得问他。会儿，一般都是打牌的时候找我。啊，老狼，这把什么会儿啊？都不太看牌的。啊，旁边这个于子琪，就是年轻时候的好啊。哎，这是老狼的初恋，演的是老狼初恋。啊，老狼，你有初恋吗？我没有初恋，我的初恋就是我现在的原配。这是哪？这是初恋。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哎，那你就是，哇、嗯，哎，那你后悔了吗？我后悔，应该是我对他还不够好。哎呦，好男人也。好男人不会就如此了哈，他前面那半句我在等着的，我后悔当年，嗯，我以为有后半句呢，下手早了，嗯啊，结果是这个哈，还有个旁边的九江演的谁？教导主任，教导主任跟狼哥的哥们儿，上学时的哥们儿。啊，对，教导主任，狼哥的哥们儿，这来说，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小插曲，小插曲吧。当年那个时候演教导主任，确实。少年冲动，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方面管的还是比较严厉的。对的，而且他那时候心态也确实比较活跃吧，看看什么电影啊。对，啊，哎，这个张宇航演谁啊？我演的是15岁的狼哥和您，不是，三十岁啊，三十岁的狼哥演的，我演的是三十岁的您，15岁的狼哥，15岁的狼哥你演的干什么？快谈那个，可以了，你可以了。三十岁的我，他演三十岁我，确实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帅。差不多啊，差不多吧。然后就是那个人年少有为，今天是2000年的，是吧？1999年的，99年的无所谓，不差，不差那半年。往大了说不丢人。九成再怀一个他，那可以了，您说说。再怀一台，还是得注意适当运动啊。哎，九南，我是演。35岁的朗哥，还有20岁的朗哥，对，35跟20，就是搞对象那会儿，然后还有那个跟媳妇吵架那会儿，哎，初恋是他，吵架也是他，对。但是你真正的这个阶段像他这样吗？我还真没像他这么暴躁。对，因为老狼的性格不是这样。哎，但是你谈恋爱的时候有这么猥琐吗？20岁的时候比这猥琐，还好吧？我看他表情比那猥琐。对，是，要不然不可能让你骗到手。哥，是不是嫂子今儿真来了？可能看着呢吧。今天老哥说了，今天咱们不能演的别演啊，因为今天优酷直播，优酷录像，到时候他会看见的。哎，妈，来吧，妈。我就演了一个，你演挺好的。从那个怀孕的时候到这个老年的时候，确实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工作都是这样，是不是哥？对，都是一出差半个月这种啊，而且演一个父母啊，而且他的这个还演的还真不错。我妈就是像他这样比较敞亮，但是没你嘴那么碎。会好的，会还结巴了，你看啊，会好的。对对，确实演我媳妇儿，这孩子不错。他又抄一个。哎，旁边这个李小葵演谁了？我演他那个15岁的那个，就是一块看那个，就是抢那个那个的那个，还有他30岁刚来德云社的时候那个搭档，哦，那个抠，对对对，行，对于一个阶段嘛，有一个阶段的感悟，对不对？一个阶段有一个认识的人啊和事儿啊，都会在一个思想层面上有一个改变，对对不对？现在来说，老狼已经40了，四十不惑了嘛，都不让霍霍了，对，压根儿也不让霍霍。哎，旁边这个张博帅演谁？我演的是您30岁的搭档，还有李九成。哎呦，30岁就长这模样了？啊，哎呦，挺好的。还有什么？还有李九成他爸。
哦。行，那演他爸你不用演。没演没演，真是没演没到底。哎，樊油堂呢？演谁来着？我演了两个儿子。一个您儿子，一个您儿子。好、哦，两个，你这位就是个儿子。他这一下把我也勺在上了。挺好的啊，这个龙哥呢？龙哥找什么呢？二十五岁的老哥，我演的是给腾哥接生的护士。你是不是给我妈接生？你是不是当时你给狼爷薅出来的？也不应该啊，要薅出来我应该有脖子才是。拿钳子夹。还有一个去提亲的老哥。提亲的狼哥，二十岁的吧？对，你觉得提亲的时候，你当时是他那种状态吗？提亲的时候还不是那种状态，提亲的时候确实我有一些紧张和忐忑，但是那会儿一看见我的准老丈人、准老丈母娘，我心立马就释然了。老两口子到底要钱没有？没有，真没有。丈母娘不是那样吧？丈母娘不是那样，没有50万 W， 没有，没有 W。哦，只有50万、啊，确实，人丈母娘忐忑，要什么？来，给你500万。那样了，找一个好媳妇儿。现在还没数清楚啊，这行话叫吃软饭嘛。嗯，这个合着我是赘婿。哎，九重，有九重演什么？我演了一个10岁的同学，朗哥的，然后演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丈母娘。你确定那丈母娘可爱啊？这是一反派丈母娘。又啊！别不好意思，10岁那是我儿子，是滚。然后后来又演了狼哥40岁到就是现在的夫人，狼夫人。哎，他那段演的特别好。哎，你觉得他这夫人演的挺好的？演的特别好，因为基本上跟我媳妇儿是原话。哎，基本上是这个结尾这个底啊，是煽情这个。本来我不想这么设计了，我觉得咱应该欢快一点。但是我突然间想到，我想要应该用一个温暖的。展示一个现在狼爷的真实状态，我觉得这样挺好。其实我演的这个就是他的真实状态。对，天天我们哥几个说聚会啊，老狼很少参加，这就是因为在家照顾孩子。然后那个你说媳妇儿担心他呀，父母那些操心的话呀，对，他儿子说这些都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我们就把真实的狼爷就演活了，表达出来。对对对，就我现在也没过去，就是让你这蛋糕为了送我呢。啊，你没看到？哎，活过来了。好，这个，来吹蜡烛吧，吹，别呀，你吹真拔蜡了，因为没点蜡烛，因为你听说剧场不让点，嗯，不让点蜡烛啊，不让点蜡烛也挺好的。然后今天呢也是一个好日子哈，是，毕竟咱们这个有这个叫这个生日第二天嘛，有这奖，有哪个奖啊？老北京就这样，对，老北京都这么过吗？生日第二天吗？没听说过，生日第二天的喜三十二天。哎，这样，咱给老狼一块儿来个生日歌怎么样？哎呦，好了，来起个头啊！祝你啊生日快乐，祝你呀、啊、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呀、啊、生日快乐。对，这就是最新的生日快乐歌啊。挺好的，哎，许个愿吧，真的活过来吧。我什么时候能还魂一次？挺好的啊，生日过了啊。其实有什么真的愿望吗？其实愿望也没有，就是既然大家来了嘛，我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希望我们这些师兄弟们呀，也都身体健康，都有钱赚。希望德云社越来越红火。这个最后的陈词呢比较官方，我盼了，这个挺好啊，挺好啊。哎、这样咱集体来个歌吧，好不好？啊，都10点多了，哎呀，今天又扣份了，我跟你说啊。下去吧。啊，今天咱集体来个吧。哎，老狼唱歌吧，好不好？老狼唱一个。我简单唱两句吧，啊，别耽误大家时间。哎。爱是一个漫长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
光阴的传说，你我只是一段插曲。当明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遥远的画面，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有个毛毛。啊，很好啊，唱了一个这个《我爱我家》的主题曲。对对对，对不对？嗯、啊，是吧？咱集体来一个，好吧？好，好，集体来一个什么？听您的，老狼说一个，那就哎，六队对歌吧，来吧，啊，好，来，啊，啊，全都往前站。啷啷个儿，啷个儿，啷个儿的个儿，啷个儿的个儿，啷啊，个儿啷个儿的个儿的。天桥没有桥啊，怎么了？戏台是人大的。哦，酒楼茶园的原本在平地，咯噔咯里咯里呀！你刚下了台呀，下去喽！我又登上去，来了您。颠来倒去，倒去颠来，后台是腾着的，咯噔咯里咯里呀！您要是听相声啊，哦，德云数第一，没错。魑魅魍魉妖魔鬼怪全在六队里，咯噔咯里咯里呀！您往那台上瞧啊，喽喽，哪一个能看的？不能，也就是我这个队长长得的重重的，咯噔咯里呀！刚才这玩笑的，别往心里去。祝福大家身体安康，生活甜蜜蜜，哎，万事如意。把蛋糕给老狼脸上。我们骗你们的。接下来，请您。那么他话多，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闭幕。感谢各位的观看，本场演出到此结束，我们明天见。